大家好，我杨龙。今天呢，我们把这个机翼给粘了。要粘的地方反正也只有这个塑料件。然后垂起的话，这个就可以不用粘，这个就不用。然后加上我们的这个是舵机固定件，然后舵脚，然后这还有一个铰链。螺柱先给粘掉，接下来我们舵机的固定件，舵机固定件安的时候，这个粗线的槽一定朝着我们粗线这个口的位置，就竖线那个地方。舵脚同样的用 M2 乘8的螺丝，然后我们的铰链，
机翼该粘的东西粘的差不多了。现在我们另外一边，多级安装座。接下来三个铰链，这就是我们机翼上所需要粘的东西。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垂直起降机翼的加强膜给它贴了，靠着机翼塑料件这一块，就把塑料件粘着一点点。然后可以找一个塑料片，然后给它刮一下。现在把里面的气泡完全给刮出来。条件的呢，可以找个尺子
那找一把美工刀，笔在这个边上，有家里屋里面有纤维胶的，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把它粘一下，不然的话它容易从这里给脱边。压紧基本就好了，机臂给它安装上，有螺丝胶的可以，你那个螺丝的时候可以打一点螺丝胶上。这我们把电机座给安装上去，在后面调试的过程中，我们再把这个吊瓶电机座，现在我们只是大致的把它固定一下，拧一颗螺丝就行。
因为不拧螺丝的话，待会儿你电机一上去把它上上去，然后还有重力，你拿的时候一下就电机就掉了，就摔地上了。机翼也安装完成了，就是我们整个机身基本上就安装 OK 了。